我们现在开始吃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在这上面，你就上面跳，我不好跳。从哪跳啊？你就从这跳跳。这怎么跳？这好丑。你就跳地毯就行了。不敢拿着它。玩游戏你就这有啥的嘛？你看你上来，对，你就跳这，我要跳伞我们也跳啊。好好玩，开始啊，我们好好走，来跳，好，小心一点，走，步步前进，他怕有敌人，走。枪了，快快马，敌人这方向有敌人，这方向有敌人，快快开枪！哦，我中枪了吗？快走，快走！我妈妈有洁癖，就平时去她的房间，她都不让我坐她的床，我不得已想坐一下，她专门拿个毛巾给我铺上。然后做完之后把毛巾就洗了。既然妈妈的洁癖还有的治，我觉得还可以再详细治疗一下。再玩一遍好不好？不玩了，不玩。再玩一次吗？我从来没有玩过吃鸡。不玩了，不玩。你玩吧，正好你玩了，我带宝宝玩。我们一起玩呀！不玩了，玩了。我们要学习。两个女人在一起的婆媳天命。就是必须要过两招，你们两个决定玩还是学习？学习吧，不玩过了吗？小孩就要玩啊！我来抱着。宝宝就是要玩啊！那么才11个月的孩子，没到11个月，你让他看书，他看什么书？那你请老师干嘛呀？你忘了你请的老师？那不就是秦老师是因为从小给他那个性格上还心理上的一些辅导，对，那都要有啊。他为什么老师说了点卡上啊卡上啊，但是现在早上刚不说午吃完饭给他看，不是早上起来就要看。来到那边去大一点，来他碰到头了啊，宝宝来。我给泡杯水给大家喝吧。我现在帮谁都不对，他们想干嘛就干嘛，我不能管太多，管太多那就最后我是被人负责。